我开了间汉堡店 ，Oh no, Oh no！ 这个是要干嘛？要干嘛？那个你好，伊莱夏马塞，这个是厨大厨你好，这是什么盘子？这是盘子 ，OK， 盘子，我是盘子。接下来呢要做汉堡 ，OK， 我最会做汉堡了，汉堡，好好吃。这是啥？OK， 接下来要拿肉在哪？我的餐厅怎么？你好，你好，你想吃汉堡吗？OK， 放上去了。我要肉在哪里啊？这个是冷冻库 ，OK。我可以自己吃好吃，吃，吃公司的东西不是，这也是我，这个门怎么那么烂？这也是我自己家哦，还要再煎是不是？废话。OK。他什么时候才会好？他就好了哦，有嘞，这是好了吧？还没好，盯着他看，美味蟹堡。起司在哪？We can't serve that to the customer. Cook a little raw meat patty. Try not to burn it this time. 完了，烧焦了，那怎么办？烧焦打去油炸，不是吗？烧焦怎么办啊？烧焦丢垃圾桶。OK， 然后我要再去拿一个。Take the raw meat over to the grill and slap it on. Slap.要看着它，好不好？等到它变成最舒服、最好看的颜色的时候，把它拿起来。有了 ，juicy。cheese 在哪 ？tomato。哈哈，这也太麻烦了吧！Firmly grasp the knife and interact three times with whatever is on the cutting board. 有点麻烦呢。You still have all your fingers. Okay, 接下来是菜，跟这个是小黄瓜吗 ？Okay. 不要一直讲那么多话，我耳朵。啥啦？出啥啦？我不能放嘞，怎么放？对不起，对不起，有了，快 tomato， 好，接下来把这个放上去，有了，汉堡啊。汉堡啊！做好了，我的第一个汉堡，我要给我第一个客人。怎么拿起来？有了，拿起来了。Hello， 你的汉堡。还有什么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啦？他要，这是啥啦？汽水跟薯条。Oh my god， 这游戏那么难的吗？汽水。来，给你。Last item, fries. 薯条 ，potato， potato， 不要切 ，OK。切。All chopped. 好，然后拿去油炸。炸薯条，我可以先炸起来放着吗？有了，来你的。叮叮叮。有啦，这有点难呢。Go to the front entrance of the building and flip the sign. 可以打开了是不是？等一下，我要先准备好吗？不用，我这手速非常快啊。What a day, huh? 关门了，这是啥 ？Money. 这个是命名牌。这是什么星星？这是什么？这是医院吗？
我可以来这边买东西是不是 ？Hello， 哦，买装饰品，好、哦，这个素食店，哎、欸，阿嬷。啊！哦，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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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我一跳！那阿妈怎么那么凶啊？这是什么地方？哦，牛奶 ，OK。那买牛奶可以干嘛？这进货的地方吗？有可能哦。哦，这是什么地方？哇、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What is that？ 哦，这是店面呢。哦、，smartphone， 哦、oh, ，手机，哎、欸，对我手机，手机可以干嘛？哦、oh, ，这是什么？哇，这好哦，哇，这可以外送哎、欸，外送，没关系，我们先看看，我们先看看这个第一关怎么玩好了，哦、要等到白天是不是？好，我要去这边是干嘛？是什么地方？哎、欸，好多地方可以去哦。Hello。Would you like to spend the night at a hotel for $15？ 睡觉要15块，我老天爷！ Would you like to spend the night at a hotel for $15？ 我在这边赚钱，然后要去 hotel 睡觉，我是怎样啊？我是富二代来这边开餐厅开爽的是不是啊？ This is the main market. Here is where you will buy most of your ingredients when you run out. 这一定会破产吧？啊？ This is the main hotel, and it's also home to Henry's Bistro. 这是我家住饭店。我真的是富二代哎、欸，我是来这边是怎样？哦、oh, ，hot dog， famous hot dog。It will be tough competition for sure. Oh, hot dog! It 好像是 hot dog. Finally, we have Jason's burger. The burger, best burger of 2020. 你们喜欢吃汉堡还是喜欢吃热狗啊？哇，我都好爱。美式食物就是热量高又舒服。There is a car dealership if you want to purchase cars. A restaurant renovator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car. Your restaurant. 那个车子的地方是买车的地方啦。Everything costs money around here. Earn more money by ranking your restaurant up and delivering amazing food to customers. 哎，这我以为这个游戏只是弄一家素食店，没想到还有其他东西可以玩。开店。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我应该先做很多汉堡起来，对不对？这是可以这样的吗？哈哈，要一块肉 ，OK， 一块肉，一块 cheese， 没问题，没问题。啊 ，cheese 是不是？哎、欸，有，1、2、3，啊，这个应该熟了，拿起来，啊、有了。放上去，然后再放上去哦。有了面包 ，hamburger， 来你的 hamburger。啊，叮叮叮！哇，我21块了哎，我可以过夜了。哇、哦，我可以先做汉堡啊。这个是怎样啊？加热好不好？我们把面包放好。哇，好多东西。我觉得我要先煮很多肉起来呢。OK， 先这个先拿起来啊、哦，这个，那个是什么、啊？这个是啥、啊？哦，这个，然后 tomato 吗？这是 tomato 吗 ？tomato， 这个倒数第二个是什么啊？是番茄吗？哎、欸，真的是番茄，番茄跟一个小黄瓜。哎、欸，对，我要这个。好，然后再一个面包。有了，谢谢光临。哇吼，54块，好多哦！我好会赚钱哦。
哎，你好，我先放一个盘子啊。OK， 你要什么？你要肉、起司、菜、番茄啊，再一个面包。哦，我是天才。啊，不对，这个，你的。哇，好多钱哦！我再弄三片肉起来啊！哦，先弄好三片肉啊，然后我把钱收起来，这样就不会被发现很有钱了。起司啊，切个起司。OK， 这该熟了。OK， 起司，然后还要菜。OK， 没问题。哎，汉堡。汉堡两个 ，OK， 然后肉，然后这个番茄菜汉堡拿起来，端过去，叮，哈哈，拜托，这什么游戏？简单游戏好不好？难得倒我吗？难不倒，我开餐厅根本是。舒服哦，舒服哇！这个人好健康哎、欸，会不会有人吃没有肉的汉堡啊？你有吃过没有肉的汉堡吗？我听到就想吐了。你要什么？你要汽水是不是？没问题呀、啊，这好像不是汽水，这好像是 water 哎、欸，这好像是 water 哎、欸，有人在喝 water 的吗？欸、番茄我来切一下好了。OK， 哦，有人真的是不吃肉哎、欸。OK， 不吃肉 ，cheese 加 pickle 是酸黄瓜 ，cheese 汉堡，然后一杯可乐，应该是可乐吧 ，soda 汽水来。好，我是不是要 ？OK， 我是不是要去煎个肉啦？我去煎个肉好了。现在已经两星嘞，我两星餐厅嘞，屌虐！我这个人只吃肉啊！这什么恶心的东西啊？好，然后这个是水吗？哎，不对，我不知道这个，我要这个。欸、真的、欸、，water 哎、欸，有人是配水的、欸，好怪哦、喔。哦、，OK， 一瓶 soda 先给你啊、喔，然后肉起司，跟一个嘿小黄瓜。没想到我来这边开餐厅的、欸。还有人吗？还有人呢、欸？是不是要去关店一下？我现在好多钱呢、欸，我好富有哦、喔！哇，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恶心的东西啊？番茄汉堡，哎呀！然后喝柳橙汁，哇塞！喝果汁加番茄汉堡，不要你要吃健康餐，不要来这边吃好不好啊？就是去远一点的地方吃啊。来这边干嘛？来这边就是要吃汉堡配可乐的、啊。你要什么？你要是肉、起司、番茄跟一片生菜。OK， 我们这边生菜要多片一点，就要加价、哦、啊。你要一杯汽水是不是？对嘛，就是要嘛，又要汽水嘛。喝什么果汁？喝什么水？哦，哈，这啥？哎呦，我没学这个，万一胜，哈，我哎，哈 ，sausage， 这个吗？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东西？你等一下，你忍耐一点。
行。黄色，黄色，黄色。Oh no！果子要淡掉了。哦，生菜汉堡，哎、欸，这个热狗、欸，哎，我都不知道有热狗这个东西、欸，哎。哎呦，现在越来越难了。怎么会有热狗这种？我要关电了，我要关电了。老哥，我要关电了。拜拜拜。我的客人人间蒸发啦，变成灰啦。可以关电了，关电哦。所以其实只要赚到钱哦，哦，赚到钱，我可以先备起来哎。其实，哦，我可以先做一大堆汉堡跟热狗。OK， 你完蛋了。好，我备了很多五个热狗，好不好？就等一下有人点热狗，我就直接丢给他隔夜热狗，好不好？好吃。我们直接加热，微波炉加热。好，我们刚刚赚了多少钱？我们刚刚赚了好多钱啊，好多钱！我们可以去对面买花，买花可以干嘛？花花，我买个樱花树苗好了，毕竟我现在要春天了嘛。买个樱花应该还能接受吧？这个樱花可以干嘛？樱花树苗，这个樱花树苗到底可以干嘛？啊，是不是要给阿嬷？阿嬷，你喜欢樱花树苗吗？阿妈不要生气，阿妈不要生气，阿恰出的出的恰。哦，我来这边是可以买什么？这是买店面吗？看一下啊、哦，144块。哦，这是啥？哦 ，New Restaurant Bought。哦，新的店面啦，真的是新的店面呢。哦 ，OK， 我买到新店面了，我连。我连第一间店都还没弄好，就已经买第二间店了。对不起，这个千金不是千金，富二代哦，富二代就是这样哦，富二代就是要一直花钱啊、哦，好爽哦，好爽哦，买车子啊 ！Welcome new VIP， 哦、oh, ，new VIP， get to choose. Welcome new VIP. As a VIP, you get to choose any car. 哦，可以买任何的车，是不是？呀呼！我是富二代，我是 VIP 耶，车上的 VIP 有没有看到？哈啊，随便停车都是没问题的。哎，你好，不要动我的车啊！哈，这什么地方？怎么会有卖衣服？Look like you need some armor. 啊，我需要一些护甲，这护甲是可以买的，是不是？哦哦，防弹裤哎，哦 ，OK OK， 好吧，我有防摔裤跟安全帽了，我可以骑摩托车了。哇吼，哎，爱心哎，爱心哎，不是爱心，星星星星。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买啊？欸、加油站欸、哦、加油！我、哦、直接把加油站撞爆，会不会爆炸、啊？哦，这是汉堡店。Hello， 我来光顾你们家汉堡店了，给我端出你们最好吃的。Hey， you're the owner of that new restaurant that opened up, aren't you？ 欸、是，就是我啊。I thought so. 啊，他叫滚蛋呐、啊！现在是怎样呢？哈。帮你炸薯条，哎、欸，说不要偷他的东西、欸，哎，有什么东西可以偷？好像都不可以偷呢。哦，这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竟然把你店全翻了。我是富二代、欸，哎 ，OK， 我们富二代有富二代的手段，好不好？我们直接骑着我们的 Odobai， 我们的摩托车，把他们店轰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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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送你啦，送你啦，好不好？可以，可以，可以。我们的店已经四星好评了。现在白天的话，我们可以开店了，对不对？哎，这是我们的店吗？哎，这是我们的新店哎。哦，对，我们刚刚买了一间新店，对不对？可是，哇，这露天的好漂亮哎。但我想先把我们的店顾好。哎，不对，我们的店换样子嘞。哎，这真的是我们的店哎。哎，我们的店换成好漂亮哦。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哦。哦，东西是不是都不见了、啊？哎、欸，我昨天备的料都不见了，白痴，白痴哦！我昨天备的料都不见啦，我昨天备的料都不见啦，开店喽！欢迎光临，你要什么东西，马上端给你啊！这个是刚刚才做好的，我们昨天做好的都已经丢掉了，好不好？我怎么可能做那种隔夜的食物呢？我们可是素食店哎、欸，素食店就怎样，就是。非常快的帮你做好现成热腾腾的食物，然后一杯水 ，OK？ 怎么会要喝水？来来来来，给你。哎、欸，这个这样塞哎、欸哦。还有热狗，还有这番茄酱加 OK， 番茄酱加芥末酱 OK 啊、哦，这个刚来的哦，还喝水啊。健康人，健康人啊，健康人给你喝。哦，有 money 了 ，money money money。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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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汉堡是不是？汉堡，肉，菜 ，OK， 这个菜是刚好放在一起的，很棒很棒。菜跟小黄瓜哦，直接把它念反了啊！面包，面包，面包！哎、欸，等一下，好赶，好赶，好赶，差十秒耶，好赶哦！你不要喝的吧？哎、欸，你要喝的，等一下！啊，来来来，哦，差点失败！对，很紧张，很紧张。我觉得我要先去煎个肉。哎、欸，热狗啊，直接端过去。来，你要的。水。来，出发。啊，煎个肉排。一二三 ，OK。然后再放个那个，OK。你要什么？番茄酱，番茄酱，老哥。OK， 好忙。挤上去番茄酱 ，OK。你要什么？你要喝的吗？水 ，OK， 水。来了，水 ，water。快点，我要拼五星，耶、yeah, ！五星，我是五星餐厅，五星素食店。汉堡也放了，很好。你要什么？菜跟番茄，菜跟番茄。好险，这个游戏不会那个。太多汉堡了！等一下，把一个汉堡还我！太多面包了啦！发现这游戏不会有那个很多个客人同时来，就最多只会有一个，不然会很乱。我觉得我累了。你知道五星餐厅就是要怎样？就是老板累了就不开了，是不是？这种好吃的餐厅就是这样啊，开到老板爽为止啊，营业一小时就关店，累了，老板累了，想休息了，你们可以滚了，好不好？这我们接最后一个客人，来，最后一个客人滚，就是这么傲慢，就是这么不通人情，滚。我们又赚了多少钱？我们这次赚了。而且我们不用睡觉哎、欸，我们只要熬夜熬到明天早上，其实可以不用睡觉。所以这游戏其实看起来蛮大的，但核心部分其实也不多，主要就是车子、汉堡店，然后还有一个睡觉的地方，然后要15块钱，超贵。这不会是寿司店吧？ This is the best food in town. I can guarantee that. 哦，这也是一家餐厅哎、欸。哇、哦，好多餐厅啊！好啦，那今天我的汉堡王，不是汉堡王，
我都没有帮自己的素食店取名字哎，我的汉堡跟热狗好不好？就先玩到这边啦。哎，你喜欢我的热狗吗？这个热狗可以送你们吃。你要很多啊？你要加 cheese 吗 ？cheese 热狗，它不可以加 cheese。Oh my god！ 没关系，我知道你们很喜欢番茄酱，对不对？这个番茄酱让你们加到爽。哎，不能加了。他只能加两次啊，他有上限，他不能一直加啊。哦哟，可恶！那个嘞，汉堡，我知道了，我做一个给你们吃，做一个你们很喜欢吃肉，对不对？我就知道你们很喜欢吃肉，我听到你们的心声了。来，给你们吃。这真的可以吃吗？听起来就好腻耶。再加个面包上去，不能加了，它满了，它最多只有这几个，它塞满了。来啦，送你们吃啦，好不好？那我们这次的五星汉堡、五星热狗，好，大家帮我点个爱心吧，帮我点个赞，让我的餐厅变成十星、五十星、一百星，谢谢你们，好不好？请给个五星好评。喜欢的话给个五星好评 ，OK， 帮你切开来哦。拜托了，不要帮我留一星啊！这个老板虽然有点想开不想开的，但食物好吃啊，好吃，我都会做你们最爱吃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My Quiet Lunch 影片就到这边喽。想念大家小朋友们，记得不要闪客，刷点订阅吧，好，锁定订阅五星吧，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